是在扬州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的2023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在这一时段呢，将为您带来的是女团的半决赛。由湖南呢，昨天也是3-1淘汰掉了天津729女队，江苏队是3-0战胜了河南队，进入到了我们的女团半决。朱思斌和胡丽梅呢，也是两位削球手。但是朱思斌的反手呢是胡丽梅削住，这球不着急，哇！这一场的关键还是看看陈天一和石胜瑶能不能适应朱思斌和胡丽梅的削球变化。一人一板先拉住，哇！这哇，这就是多板数的对抗，扛住。现在还是要注意落点上的一个牵制和变化，甚至双方的一个跑位。是辽宁队对阵山东队的女团半决赛。前后的步伐调动。啊，这。活动范围必须要更大，要求更高。陈天一的发球控制住台内，这球是给这第一局呢，天一和石群瑶呢都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双打的一个经验和能力。控制住台内，这球陈天一是拉了一个，拉住上手的发力拉抽，这球失去。这种上手的这种概率变化打的那个突然性，
但现在球改大之后旋转没那么强，还是得依靠小球手要有这样的进攻这一板的威胁。这球直接选择劈长，胡丽梅的发球啊，用反交枪完之后，漂亮。好球，比分来到了2-2。一板一板的拉住，控制住台内，这个是前后的调动。哇，这球擦网救回来，还有摇，当时是败给了石群瑶，但这球的质量啊还是不够高，而且落点上也是。石群瑶拉住，哇，漂亮，叫落点拉的还是比较开的。现在削球啊一定要注意落点上，确实打高球。钱天一和石群瑶现在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一半结束之后啊，11-6，钱天一和石群瑶是3-0战胜了朱思斌和胡丽梅的这一对组合。